我操，五个疾跑，五个疾跑啊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对面为什么能带五个疾跑啊？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。五个疾跑吗？我的哥！麻烦不断。还是来吧，要命一下。可以先这把互动一下。你为啥塔字老骗人？出门慢输一半呢、啊。小伙子还想偷东西，你没在你自己的红开，你能在哪开啊？舒服了吧？都没闪现对吧？都没闪。剑圣要抓下了，应该。你在玩什么呢？哎，你这种逼他妈玩的是真的，兄弟。就想着偷的，你妈自己家野怪一组不刷，行啊，那来我帮你刷。好吧，你就别刷了呗。狐狸哥，等到黄牌消失，来呗，单挑啊！单挑啊！喜欢偷的，绑账了，手里没有E，好。
好气呀、啊！干！你死定了，剑圣！你死定了！我这一把真的，兄弟们，我究极认真，一次不死，直接超神，从现在开始。操了！操了，都别玩了，这死剑圣天天搁这偷东西，认真打认真打，上态度上态度，这个是吧，绝对上态度，打牌六级有大没闪，我都好像有闪，上波他在 F6 好像没有交闪现，直接控小龙啊，抓包中，放松伙计。啊！嗯？啊？剑圣这小子又偷我下野区，这人就是个偷子，别跑了，绝对被偷了，绝对被偷了，行吧，他工具人，这不是我害的呀，兄弟们。哎呦，来来！来嘛！我看你命有多硬，小剑圣，果然偷了我的 buff 吧？偷没偷？好像没偷。开个疾跑，开个疾跑！谢谢小虎牙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把下去清一下，三十一刀好像没粉，三十一刀没粉。那他就是没刷家里野怪呀、啊，这个人。这种偷子真的玩的让人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出门就要偷你野怪。关键他刷野又刷不明白，他就知道偷自己家里野怪都不刷，这不人才吗？损人不利己啊，他这种玩法是真的损人不利己。这刷的又不多，然后又要来烦你偷你野怪。来来来，我等你。没打得这么生气过这一把。把头埋低。喜欢资源，这他妈真的是你们逼我的，真的。不想那么认真的，没办法。
下去。统治哥咋回事？统治哥来的时候好好的，怎么回不去了？基地勋这么强，直接塔下来不动了。哎呦，不得不说，剑圣海妖还是他这个装备。感觉比我们战斗力都要强，海妖加攻速鞋，有三段大，对面伤害应该不够。刀上，小龙不给，直接回家买装备去小龙。本来想以一个本地人的身份跟你们玩游戏，但是你们不好好珍惜，那就对不起了。这小剑圣十有八九在偷，这个小偷子，哎呀，我就说吧，这人就是个小偷子来着的，抓不下。十二人是不是在这蹲我呀？先把下雪清一下，这人真的控制员控的好积极，真的积极，喜欢偷东西，喜欢控资源。一天到晚在我野区，一天到晚在我野区，这个人这个不敢去，石头人这个伤害有点高的，禅意加这玩意儿，禅意加这玩意儿伤害有点高。哇！你凭什么这么能控资源呢？啊，兄弟，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控啊？啊，先锋又给他控了，他就搁那等着等着资源刷新，然后要偷我红 buff， 这波就是送死送死，这波他在送，兄弟们。我可没时间。
偷就算了，还想杀我，过分了。你偷就算了，这个红 buff， 你为什么还想杀我呀？他连我都想要啊？怎么连我都想要啊，哥们？干他！啊？我操！可爱，都是可爱。麻烦不断。再抓他一波，哇，一闪有点帅的哦，1450，推塔推塔，班牛都把上塔推了，不然这把游戏一座塔都还没推呢。买个一只风刃，兄弟们，得买个一只风刃。石头人加卡牌的黄牌，还是比较有威胁的。中一塔也拔了，上一塔也拔了，下一波拔他的下一。外塔先拔了，这样对面视野就会缩小很多。镜是没闪的，放松伙计，镜是没闪的，推塔把卡杀，哎，还有个卡牌，继续杀。我可没有刮胡子闲工夫，要不要过来一眼？哎呦！哎呦！你在玩什么呢？抄神了没有？哦，抄了。我认真起来，我自己都怕。我认真起来，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是谁。雷进击啊，雷！我认真起来，自己都怕。哦，漂亮！这个应该打不过剑圣，剑圣刷新 Q 技能和冥想了。
小兄弟啊，慌不慌？慌不慌？还敢中期还敢单带？拆他下路二的，先拆下路二的，这个先吃了。来了个葵，来了个葵，葵子我也把它做掉。葵子，就你是葵，就你叫葵。走位。哇哟，帅，打得好啊，兄弟们 ，W 减伤90%，这个秒 W 开的，我觉得实力很强劲。这个秒 W 开的真的有水平，兄弟们，开的真有水平，开的是真有水平。他秒开的地好像是一秒钟还是零点多少秒啊？好像一秒钟吧。能减伤90%，他刚好一下把我 Q 和平 A 的伤害都减了90%的伤害，导致这一下 Q 我也没有把它做掉啊。确实细，这个 W 放的好，实际卡的太好了，把咱们伤害全部吃掉了，卡的好，卡的好，确实卡的好啊。他们大龙应该不至于吧，还是看一下吧，还是先看一下比较有安全感。小龙没开咱们就拿小龙吧，这剑圣可以玩的，可以放松伙计。怎么又挂机了一个呀，兄弟？啊，怎么又挂机一个呀？啊？怎么又挂了一个呢？直接挡住就完事了。好，又动了。买个装备。鞋子的话，我考虑一下。水银吧。在玩什么呢？那我可以考虑换个装备，换一个那个饮血剑什么的，转暴击套算了。中推。现在也去蹲人了，位置挺会闹的。中线呢？我有红青雨，我还真不怕你。我也不知道你搁这闹麻了。
闹麻了。捅这个顶吧，我来挡，我来挡。捅哥，哎呦，闹麻了，他就想 Q 我，来给你 Q 一枪。